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去古镇的大巴。哇，小学生春游啦！你干嘛呀，森一啊？开心啊！我出来玩了。大家看，这是风筝，嘉宾证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住的地方，看这个枫叶，看那里有一位美女，她叫曾毅。你是什么？来，大家好，我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这次住的客栈的拖鞋，就很有一些特殊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刚刚化完了妆，准备去彩排。看我的扇子上写着屁屁，还画了个爱心。做作的女人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妹妹，她穿着羽绒服，真的十分的羡慕她。看这个女人，她叫喵喵，你调过来。她买了一根法棍，她现在抱着吃。我本来以为法棍很好吃，但我没想到它这么硬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法棍可以拿来敲你的脑壳。你穿的好像个东北贵妇。哎呀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曾毅的房间，我们的喵喵在跟曾毅分享他的法棍。曾毅真的很努力，但他真的拔不出来。你好像在撕皮。东北大拉皮啊、拉皮是软的。哇，这是我们演出的台词。哇，这是我们的大厅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后场。又是我。又是你。大家好，美女夹头发。屁屁在给我夹头发。可以吗？我的技术怎么样？我骑虎托尼。大家来看一下我的发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发型，我会出一个，可能会出一个发型教程。检查了我们的耳返，然后现在在这边热身，一会儿我们就可以上去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是我们表演完了之后的自拍切段。这位美女她摆好了她的 pose。大家好，这就是那个驴肉火烧。哇！里面那个会不会睡着了走下来？大家看一下，好美。